กูมีทางที่คุ้มแล้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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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们上一集还没有讲完如何学习四书，这一集我们继续把它讲完。上次我就说过，这两集非常重要，希望所有学四书的、没学四书的都可以看一看、听一听。那最重要，请你思考思考啊。好，如何学习四书，我们继续讲啊。上次我们讲了一个。讲这两个，你要练习固定调跟手调，另外练习举一反三。今天再继续讲，要请你做写、弹、唱、听、想。写 ，writing， 写；弹 ，play 啊；唱，唱出来；听，试听、试唱、练耳，都在这里面了。想，很多人说音乐想什么东西嘛？写、弹、唱、听，大家没问题哈。我上次也讲过了，所以很多人说要练耳，你不必练啊。四书里面最好的，不管节奏、旋律、和声，和弦进行都在里面了。你要练习唱，练习听，但是你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办法练，但是你弹的时候就应该听到了。你唱的时候也听到了，所以试唱练耳这些都在里面了。但是写作包括你脑筋在想，弹训练你的技巧手指头，然后唱试试看那个试唱练耳的那个观念，听都有了试唱练耳。现在讲想音乐想啥，想啥，你有没有想过音乐为什么这个问题啊。很多人说你要问老师的话，常常老师就给你打回票了，不要问。再不然就是你还没练好，练好了再问。再不然这个，我听一个学生说，他上课很喜欢坐到最前面，最后被老师赶到最后一排去了。老师上课发问，其实音乐必须要问。音乐不仅是靠技巧，更需要头脑，技巧跟头脑。很多人把音乐一辈子都当技巧，可能技巧是世界一流，那头脑可能是三流。音乐你要靠，不只是靠技巧，还要靠头脑，你用头脑来支撑你的技巧哈。有人靠头脑是不错了，他头脑老想技巧，你头脑没有想还有别的，音乐的知识太多了。好了，那我想这次我举几个题目好了，想啥哈，想啥，为什么，我提出几个问题给大家思考思考哈。音阶为什么没有十七个调？我们有十七个什么音名啊？七个自然音名，十个变音，有十七个音名啊？为什么没有十七个调？只有十五个调？想想看，你从来没问过。第二，音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是八种音程，为什么要分成大跟小？不是大跟纯，有的是大，有的是纯。哆来哆咪哆，哆发哆嗦，哆拉哆西，为什么有的叫纯，有的叫大？怎么分的？有人说一四五八是纯，二三六七是大，为什么这样分？为什么不一二三四是纯，五六七八是大？谁规定的？为什么？第三，有三和弦，有七和弦，有九和弦，你有没有听说有五和弦？为什么没有五和弦呢？想想看，你有没有问过这种问题？好，第四个，固定式，为何把它摆在发到咪之间？中央 C 下面的发，中央 C 上面的咪，为什么？那翟老师发明的，那有个原因嘛？翟老师为什么要这样？
第五，一般的和弦为什么可以省略五音，为什么不省略其他音？第一个省略的就是五音，为什么？第六，爵士音乐在 swing 里面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分法，如果出现十六分音符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咋办？第七，临结音跟装饰音都一样，刚刚我们讲过了，哆来咪、瑞是经过音，是装饰音，是临结音。好了，我们就讲，它如果是装饰音也可以，它是临结音也可以，那这两个有什么分别？它到底是临结音还是装饰音？有何区别？区别何在？第八， Blues 蓝调，十二小节蓝调，基本蓝调，它和声上面有什么问题？蓝调的和声有什么问题？我提出了八个问题，请大家思考思考。当然像类似的问题太多，你应该一生都在问自己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。好了，在下面剩下的时间，简单的回应一位网友问的固定的奏法，那个属七和弦要不要省略五音？不省略啊，你也可以想想为什么，想想为啥。我告诉你，不省略固定式奏法，你去看一看那个什么基础乐理就好了哈，不省略哈。第二个综合式奏法，你要选那个较低的比较好，较低者较佳，比方说 C 和弦 C 调，哆咪嗦也可以，嗦哆咪也可以，咪嗦都不行，不是太高就太低，嗦哆咪跟哆咪嗦哪个比较好，那你应该选嗦哆咪，因为它比较什么低，为什么？你去想。 OK， 另外最后做个报告，所以要大家听一听啊，暑假期间视频暂停，我们所有的视频都暂停了。暑假期间啊，因为我要回台北，我要看病，我的病还没完全好，我还要拿药哈，必须要回去。另外，所有的会员，你们学习四书的时候要温故知新，这是老话老词儿，别忘了，不要学一遍就好了，学两遍三遍，每一遍应该有不同的感受，温故可以知新，学习四书哈。刚刚我讲的用五种方法，要用这个什么写很重要哈，我们学音乐的人很多不会写，那个写非常重要，因为弹呢基本的要练习弹，你不用钢琴弹，用吉他弹也可以啊，弹然后要唱，很多人也是不大会唱，你一边弹一边唱就好唱了，听很重要，它到处啥玩意儿哈，所以除了这四项之外，还应该练习想想一想一下啊，如何？我想你一定可以温故知新的学习四书哈。好，另外任何问题，大大小小问题，有关问题或者其他问题等等，请联系我唯一的助理 Terry， 另外两位助理已经一个到四川去了，到成都，一个到湖南去了，所以现在只有一位助理，有什么问题问他好了，当然你要问我也可以，不过你请你打电话到台北来哈。另外也有人问节奏练习什么时候开始，九月过完暑假九月开播。好了，我想这两集很重要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请所有的会员告诉会员，网友告诉网友。好了，我们暑假完了以后再见，谢谢各位。